就是我们呢各条带片的管来的。为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因为各条管呢，我们呢，包出来呢，没有包出来它一带片的管，如果万一错了呢，就很肮脏了。所以我自己动手做，请人家做一点点的，收你的钱很贵的了。所以呢，你首先呢，你就会为呢，找一大的石头啦，大的石头，咁啊个石头呢，应该就呢个也是石头，因为我暂时看下找到，我就放进去啦。咁啊，然后呢，呢度呢就比较呢啲一块一块呢，很容易分离出来啦，就是这样啦。为什么我想告诉你们呢？如果你只能得做一点点东西的，要多少钱我没有算过啦，其实都蛮不便宜的。其实我们可以动手做就动手做啦，你怎么固定它主要呢？那个包出来要灌进的英语比如说是这样的，灌进去灌进去，然后呢就用一石头推进来固定的位置。那么 你找两块呢，两块比较好啦，比较厚的一种硬性的，一块高一块低了，一块高一块低了，就固定它的厚度，咁啊将它弄进去啦，就是这样完成啦。咁咧我仲找一点英里修补一下就好完美的啦。请人做一点点东西都收很多个钱的，所以我们自己动手做咧就不需要请人做麻烦了哈。OK， 好，那就是这里啦，拜拜。